情侣出去玩的时候，享受两人世界是很开心了，但是常常苦于没有人帮忙拍照，就只能自拍。所以下面这五招，如果学起来的话，算是出门就不怕没有好看又有爱的照片喽。Hello， 我是 Jenny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elin。你是 Selin， 你在干嘛？你有愿意哦，不然嘞，就是说要找一个男的啊，啊不然就情侣，不然其实 Selin 也蛮像男的。哎、欸，尊重，尊重哦！在开始之前，如果你不想要错过国内外的旅游景点还有独特玩法的话，一定要订阅开铃铛哦。时候想要拍出那种很有爱的感觉，但又不想要太刻意，所以与其说你摆什么动作，不如说你想一些情境，像是你这时候可以假装在讲悄悄话。你昨天是不是没洗头啊？你是不是一直在拉肚子啊？这不要讲了，这不要讲就好了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可以假装大笑，哈哈，你要笑啊，你要再讲个笑话吧？我不会讲笑话，我看你我就想笑啊。好，那除了情境之外呢，这边还是要教大家几个动作。那之前因为已经教过很多女生的动作，所以这一次就会着重在男生的动作，然后女生就在旁边耍美衣服。好，那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叫打架啊。那这个动作就是结合手肘痛、拽屁拽的脸，然后还有弯一脚。手肘痛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哦，好痛。拽屁拽的脸。拽屁拽脸。哦，真的拽。哦，真的好拽哦，天哪。然后三七步，没错。第二招叫做小姐一个人吗？那这个动作就是手很冷，加上看对方觉得你不冷吗？然后再加上三七步，就是有点冷这样。对对对，然后要做一个小姐你不冷吗的表情。我有点不知道那是什么表情，就是看对方了，我猜。OK OK OK。对，然后手要搭在对方的肩上，担心对方说你不冷吗？啊，你不冷吗？我穿这么少，三七步我最会。怎么感觉有点油啊？对，我觉得要人进来才不油。你看，我跟空气在干。好，那第三招叫做 Catch Me If You Can， 那这动作就是要结合，好了，牵你一下的手，然后加上跟上了吗的表情，身体转向西北方。哎，可是这样子，我另外一只手要干嘛？我就插口袋吗？这时候你可以披外套。就是如果有包包的话，你可以披包包，然后放在肩上。就是你手要这样放下来一点，对对， oh. 好。所以女生就是进去，然后牵男生的手。对，就是我来了。Oh, OK OK， 这样。然后快牵我，快牵我，快上吗？那接下来这一招是给如果想要摆出比较帅的情侣照的人，那这招叫做太帅真烦恼，所以这个动作就是结合头发乱了，然后加闪到腰，加手伸不直，所以整理一下头发，对，然后闪到腰啊，这样吗？另外一手伸不直，这样没有好看的，这样没有好看，闪到腰哦，我觉得我知道，闪到腰应该是凸出去这样，所以有点点侧过来感觉。女生呢，就是一脚回弯，另外一手手肘痛，这样你有事吗？拍照的时候自拍棒就是你的好朋友。今天谢谢婆婆肉魔法自拍棒的赞助，我们今天就是要用这一支来教大家怎么取景架脚架。拍情侣照的时候，为了拍出那种很和乐圆满的感觉，我常常喜欢在画面中找圆，也就是你可以把圆形当作前景或后景，然后这时候把人放在圆形就会很有故事性。那这种构图法呢，很适合用在隧道啊，或者像这种树林的长廊，然后你就可以拍两个人散步的样子，看起来就会很有意境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走过去，然后再走回来。欸、你们刚刚那照片很没有 feel， 你们可以牵手吗？拜托。好好 ，OK， 我们是专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敬业，好了。好你要跟观众解释一下，你一只手牵手啊，另外一只手这样。对，另外一只手要拿蓝牙拍照。好做作，很忙哎。这个照片看起来一切都很和谐。那刚刚示范的是把后面的树围成一个圆，那现在要示范的是把圆当成前面的前景。那你如果找不到圆的话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利用树叶然后围绕出一个圆。所以我等一下跟 Leo 就是要坐在那个长椅那边，然后利用这些树叶摆出一个圆形。那这时候利用手机的 Portrait 功能就可以制造出景深的感觉。
最好的情侣照就是可以拍出两个人互动的瞬间。那之前有教过可以用录影再截图，然后还有 live photo 的方式，但其实这两个方式都有它的缺点。如果你是用录影再截图的话，很容易就没有 focus。那如果你是用 live photo 的话，因为它只能选一张当 key photo， 所以如果你选其他张的话，可能就会有模糊的现象。所以最建议大家还是架脚架，然后用蓝牙连拍的功能。那我现在取好景了以后呢，我就会让对方先站在画面里面，然后放大 focus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你长按锁定 focus 跟光线，就可以拍出一张好看的情侣照喽。除了行前的准备查行程之外，我也会想当天要穿什么。那如果跟男朋友出去的话，就更要想穿什么了，因为你除了要跟背景搭配之外，也要想怎么跟男朋友搭配。那最好是可以跟男朋友搭一样的色系啦，但也不要一模一样，不然会感觉很奇怪。那这时候你们可以一起有一样的单品，这样看起来就会很有故事性。好，那今天我跟 Leo 穿的都是黑白的色系。你怎么穿牛仔裤啊？不是啊，你不是跟我讲牛仔裤 OK 吗？好啦，反正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格纹，所以就会比较有主题性。看起来应该是门当的吧？蛮耳的。教过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自拍，就很多人在问说，如果在欧洲的话，手机自拍不是很容易被偷吗？所以这边我要分享两个方法。那第一个就是把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，那像现在我就准备了铁丝，所以就可以穿过脚架，然后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。到底谁会随身携带铁丝啊？你有什么毛病啊？好啦，但是你如果像男生，你也可以准备皮带啊，然后女生用丝巾。哎，现在外面就是会卖那种有扣环的手机壳，就可以多加利用。那像现在这边很多树，我就会把它绑在树上，就是把它穿过脚架，然后现在绑在树上。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就偷不走了？好，我现在绑好，我要去拍照了。这样真的偷不走？真的偷不走你的脚都好不专业。而且，它这个夹得很紧我刚想说，不然拔手机好了。我拔不掉对，然后你这时候就可以把它推倒，然后就拿自拍棒打他，就拿自拍棒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他跑走。那如果你附近刚好找不到东西可以绑的话，这时候我就会用障眼法。那障眼法呢，就是常利用包包啊，或是外套，然后把它遮起来，这样小偷就不会发现你的手机在哪里了。那如果你还是很怕手机被偷的话，讲白了就是不能让手机离身嘛。所以这时候我就会使用 Poporo 的单眼级 4K 镜头，它不仅可以让你的角度更延伸，而且因为它边边不会有暗角，然后也不会有变形的问题，所以拍起来效果非常的好。之前有教过反手自拍，那这也适用于情侣一起拍照的时候。这时候呢，你们两个如果一起拿自拍棒，就会有一种你们在牵手，但是其实是别人帮你拍的感觉。真的有就是因为两个人拍的话，我们还是需要用广角镜，这样看起来画面才不会太挤。我们之前就已经做过自拍棒的比较，可是真的觉得跟 Poporo 相见恨晚，因为这一支真的是我们 CP 值用过最高的。对，而且我们真的是用过了之后，然后觉得自己好用之后，才真的帮这个厂商做业配。对，而且它二代颜色真的很好看，现在单支只要799，团购价只要650，超级划算。真的，而且其实啊，你不只可以拿这自拍棒拿来就是拍照，可是你如果很懒的话，你甚至可以拿来就是这样子。直接看 Spice 的 app 啊，或者是追剧什么都很方便，就直接放在桌上这样子。但其实讲了这么多，也不是真的要怎样才能拍出好照片了。你只要可以记录下当下快乐的瞬间，我觉得都是好照片。对，所以就是要一直按连拍，就是万中选一。那我们刚刚业配到自己的 Spice 的 app 里面，其实有非常多摄影的教学或者是穿搭的教学。如果你想要学更多的旅拍的技巧的话，记得下载 app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 like， 然后一定要订阅开小铃铛。如果想要知道 Spice 平常都在干嘛的话，就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， 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